大家好，第一次来厦门，然后主要的任务是来找点吃的。好鲜啊，好憨啊！你先试一个，要不？不。但是我心情很差，因为我又长痘了。我这是难逃旅行第一天就要长痘的厄运。这么大块鱼丸，然后豆腐、猪大肠，这儿罗汉肉，就罗汉肉好香，超级香。这个很不喜欢吃鱼丸的人，但这个真的很好吃。这个汤头好浓啊！我觉得这个沙茶面有90分，第一个就打90分，后面要怎么办？这家店的糕点没有我想象中的甜，这个加分，喜欢的就是他们家的饮料，真的好甜好甜。我觉得大家来这个地方就是拍拍照，因为它的装修真的很好看。小朋友说值得拍，我们7:02开始拍，我看我什么时候能吃上这个桃香里脊肉串。小朋友吃那个肉串，然后话都说不出来，然后只给我点头就。如果不好吃，我去殴打他。排了15分，卖相还可以。嗯，有点香。真香。刚那小孩呢？只有一点咸味，就是那个肉很嫩，可是吃起来只有咸味。好。酸酸甜甜，很清新的口感，有点像四川的冰粉。对，如果你很热的话，我觉得吃一碗应该感觉还蛮好的，所以我觉得可以有75分。眼神空空如也。阴阳生物好谈。前男友的帽子啊？对。不是眼泪啊？你觉得前女友的眼泪什么味道？苦的。搞不好是甜的，就是哇，终于分手，好开心。一绿成了墨绿。我先来喝一下前女友的眼泪。前女友眼泪的味道有一点复杂，点点的酸，但是大部分是甜的。沙茶龙虾也没有吃过，它有海鲜的那个鲜味，又有沙茶这样的味道，然后还有一点点的辣。你拿了一个。80分，83分，加给这个面，这面特别入味，特别好吃。把螃蟹劈成两半，然后鱼朝下，放在铺满洋葱和姜的热油上面切，就这么简单。我觉得可以打80分。推荐大家用微信支付，不要再给别人假钱了。尊敬的骗子，你已经成功在我店用了9次假币，我已经不堪重负。如果下次再给我假币，已经配备验钞机，首先我会 KO 你一顿，然后再报警，以解我心头之恨。小心一点。不要给人假钱哦。我没有吃过，这是我第一次吃。那你
感觉还可以，软绵绵的，很好吃。但是小吴就不喜欢那种胶状的口感，所以如果你也不喜欢那种软软的那种口感的话，你可能也不会喜欢。但我觉得还可以。厦门第一烧母鸭，好吃，只有90，这真的很香，然后鸭肉也不柴。没有腥味，嗯，好好吃啊！它那个面很细，而且也没有我在新加坡吃的那种面线那么湿，我觉得就有85分。我们现在到了植物园呐，网红拍照圣地。大家注意环保。我必须要提醒大家一下，也要小心刺。我刚刚拍照的时候头被狙到了，突然下雨，只能打道回酒店了。跟大家说一下吃这个东西的诀窍，你不能嚼得太碎，因为你嚼得太碎，你能清楚地感觉到那个虫子的口感，爽。如果你不细想的话，吃就完了，闭着眼睛，真的。赶紧咽下去。说好吃，美味的甜品，嗯，好吃。好鲜啊，这个汤超鲜，真的是海鲜汤。鱼丸、虾仁、鱿鱼、海蛎、瓜葛，它有一点胡椒味，但是胡椒味并没有很重，85分是有的，喝得我浑身都冒汗了。好像热干面啊，特别像热干面，闻起来还可以，但是还是热干面比较好吃，因为它这个辣是那种甜辣酱，有甜味。本来想给80分，但现在就是75分。老公又去买了月华沙茶面的外卖回来吃，这是厦门必须要吃两遍的美食。巴士海鲜市场，好热闹，然后各种海鲜都有。这他翻过来了，好惨啊！好多我没有见过的东西，真的非常的长见识。过来。你好，我想问一下这是什么鱼啊？石斑鱼。石斑鱼那么大。
我觉得厦门的人都好好，我们在这儿拍东西，然后没有一个摊贩不让我们拍，我们问问题都很耐心的给我们回答。Let's take it to the hotel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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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杯冰的哈。好好喝哦，我一个不爱喝奶的人，我觉得好好喝。我一会儿吃完饭，我还要去买他个两杯。非常鲜奶分享到微博以后，然后评论里面网友又在给我种草别的，我一会儿就去买，要是不好喝的话，我也不能怎么样。超好吃，泡椒味的。加了一碗泡面。Yeah, yea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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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ah,像星星了耶，像乌龟一样。